每个村儿都有一个，就是大街上都有一面墙是或者一个房根底儿，人们就在这儿。斗狮腿。大家好，我是果果朵。今天咱们来到张家口环县，上果园村儿。这个从这个大山里边一直沿的这个国道207。在这个路的右边有下果园村、尊果园村，在这个左边比较宽敞的一块，这个地方有这个上果园村。以前，老从这儿走，但是从来没有进来过。据说啊，这个上果园村在1990年的时候，出土过这个金代文物，也就是说，村民在这个耕地的时候挖出过铜镜还有陶器。这个金代建朝，是在公元1115年，灭朝时候是1234年，也就是说是共是119年。建朝呢，距今有907年，灭朝了距今有788年。咱们呢现在就带大家进这个村里边看看吧。看的是很美的一个村庄。过过多家是手机多。看这个村里头多热闹红火，这条沟啊，好像是这个人们过年气氛比较浓，家家户户挂这个灯笼。大妈，这是烧火做饭呀？哦，谁家的驴了？这是你们家的？哦，这是个灰驴啊。这人们现在养驴的可能还不少。扎灯结彩。我说啥时候才算过完这个年了？过十五。过十五。啊，过完十五就过完年了。基本说这个年就过了。过完了。咱们这个正月里头是不是也有这个扭秧歌啊什么的？有了。是每年都有。今年弄不弄了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呢。敲锣打鼓啊。今年不清楚。一般是多会儿开始？就是正15、15、15、16、16三天。嗯，白天敲不？白天也对这个也敲了啊。啊，一般是晚上红火了啊。嗯，有划旱船是不？没了。主要是有些牛油梗儿啊，扭秧梗儿啊。大爷，你扭不？年轻人扭了。这两个女人。哎呀，这个村可是块风水宝地了，挺好的个村儿。看看这人。大爷，咱们村有多少人呀？总共？1000多人。1000多人啊！哎呀，这个村不小啊。啊，不小。哦，这都属于左卫镇嘛啊。啊，左卫。这为啥叫个上果园村呀？这里的果子多。这过去啊，就叫上果园。咱们这个村那个建村是在啥朝代时候建的？哎，不知道。啊。哎呀，啥的朝代我也没记住这个。啊，咱这个村说是出土过那个文物，就是说是哪年村90年的时候，村里头挖出。什么铜镜，什么陶器啊？不知道啊。啊。为啥说这大哥是个泥人人？啊，这有好庙了。文化大革命拆了。哦，咱们这个村有多少庙？就一个。什么庙？码头山。奶奶庙。码头山上有一个庙是吧？啊，叫什么庙？奶奶庙啊。啊，有个庙了，拆了啊。啊，这个村庙还不多，不像有的村可多庙。不多。啊。这个庙可好了。是不是？啊。啊，还有个老爷庙。哦。咱们这个村也热闹的了，我看这大街上又干净。啊。这过年呀、啊，挂的这个分外的多。啊。看看这个红灯笼。这都抽了，我都快。这多好了！这派了个多四匹老汉，四匹老汉，人是派了个多棺材热的，棺材热，
大哥啥叫棺材人了？办事呀，办事不干了。那好，那就夏天了，夏天天了了，天低了，早点洗漱了。啊，夏天人更多。啊，这是不是就种的果子多呀？大杏别多，都这个地方种啥了？一般种的，种玉米多。就那个小杂粮谷子黍子的少，也都有。啊，看来啥也能照这个气候啊。啊，这也都是老年人啊。咱建个都棺材。建个都棺材。啥也都排队的了。排四的了。你们这伙人也都岁数不大，我看也就都就是个六七十岁，六七十呀，啊，孩子的人现在寿命这么长，都活九十多、一百多、一百来岁了。也有人的，俺就谢谢你的贵呀。能，现在人都寿命长。城市药，反正我们到了三亩三地，就几百块钱。更完了。在这个山里头，那个空气好，这儿人寿命长。啊啊，有九十八的了。啊，咱们村有九十八岁的了，男老人是老爷子。老爷子。哦，你看看人家没出来啊？不出来了。每个村都有一个，就是大街上总有一面墙是或者一个房根底儿，人们就在这儿。等死他。每个村有个灯饰台，人们集聚聊天的地方。啊，不能叫灯饰台，就是灯饰台。你们还都年轻的了，什么灯饰台呀？哎呀，这大哥，你多大岁数？啊，您多大？您没多大，连七十岁也不够。是不是六十多啊？啊，咱们这里头我看岁数不是特别大，都吃几顿饭？两顿儿。两顿。哦，这是中午十点来钟吃饭，这会儿还没回了啊？不回，不给他回。不给他回，都回去老伴儿给做饭啊。干几点下午吃饭？四点才吃了啊。啊。四点了。早上十点。啊。早上吃啥饭？这是够细整。啊，过完年就是溜饭啊。溜饭。哦。哎呀，这每天在这儿也热闹的了啊。这得坐几十个老人，我看有三十来个啊。四五十个。四五十个啊。还有没出来的了？待会儿出来，这不是又到出来了。啊，这个更是个派对的，提前排上了，谁老派对的了？你看人这个大哥穿的可是貂啊，貂啊，刚毛坑。这个大哥是退休干部啊。哦，别，他们逗着玩了。啊。啊。